早上十点到十二点这个这班巡逻当中有发现一辆可疑的车辆哈，那这个车辆疑似是通缉犯使用的车辆，那远警就很机警的在后面尾随到三角路大村乡三角路一处巷内，那进去之后有遇到前方来那个一部那个机车阻挡该部可疑车辆，那该部可疑车辆见状之后就要后退，那后退有冲撞到我们远警尾随的一个巡逻车，嫌疑人见到那个这部车没有办法顺利离去，那再往前加速冲撞该部民众使用的一个机车，我们追了这部车辆追到那个三角路巷内路旁有发现该部车辆，那车辆里面有发现这部的里面的乘客然后有到那个驾驶座这边要离去的离去，然后他左手掌有受伤，我们就立即叫救护车送到那个云林基督教医院来做急诊救治。